南极。这里的海水平均深度在3000米以上。我们已经偏离航线很远了。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位置。救我！他们南极怎么了？南极就不让人活了？快走，要登天了！起来！我和我的104个罐头，一袋米，半桶米。800升的柴油也只够75天。75天以后，极昼转为极夜。我们就会被冻死。富春，你回来了。如意，跟我过吧。我承认，你也不错。你肯定答应对吧？南极，什么东西最值钱啊？陨石，这陨石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？这他妈是坨屎，绝对是人拉的。谁拉的？也许我们离中国的极光站只有20公里。加油！这茫茫一大片，不知道方向，就像大海捞针。我去找。我走了。我不相信找不到，老子他妈宁愿死在路上。如果你真等不了我，或者我回不来，我希望你至少把柴油给用尽，罐头给吃完以后再死。曾爱你，因此你要继续绚烂地将生命怒放。